们到底吃得完没有？还有 kimbap。一个小时多，我们终于来到 Daegu， 就是大邱。这是我们的今晚睡的房间，我们会在这里留一晚。Daegu 就像 KL 的 Klang 这样，就是好像我们特地来这边吃麻酱，然后人家却特地去 Klang 吃 Daegu 了，吃 Bakut Day。是我们的导游介绍的，他带我们来 Klang 吃 Bakut Day。走开！这里在大邱就是最出名的烤肠一条街。现在我们终于来到这个吃烤大肠的店了，已经在煮着了。这个店叫麻酱安吉果酱，麻酱安吉果酱，这种看招牌了。我先吃 Origin 的味道，不要点心。如果有机会来德国，怎么样试一下？好吃。很满足哦，导游，大概是最满足的一餐了，这八天以来。来到一间 kitchen tool shop， 是卖那种厨房的用具的东西，就比较有设计感的东西。因为在德国这个 area 很多这种很美的 cafe， 然后 designer store， 然后那种 select shop 的地方，所以我们进来看看。Je dis à tous ceux qui m'entendent, ne désespérez pas. Le malheur qui est sur vous n'est que le produit éphémère de l'avidité, de la vertu de ceux qui ont peur des progrès qu'accomplit l'humanité. Mais la haine finira par être.哦，这个也是有芝麻油的。它已经腌好了，其实。还有半个。芝麻酱，然后有一点芝麻味。没有，真的是。我觉得吃它的口感跟 texture 有，你讲牛的味道是没有那种。如果你不说它是牛还是猪，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巴厘岛。mini 巴厘岛。有几个？快形容它的味道，还有层次的咸，海水的咸加胡椒的香，哇，有人哇很，这送进去，这整个去我们在追求的就是有层次跟 layer。是来到我已经不知道第几天了，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用3000块过一整天。
可不可以成功呢？我就看这一天过到怎么样。有请我们的赞助商。赞助商啊？是谁的？三千，来不需要。每个人拿三千哦。给你一千三，给你一千三。好了吗？好。好大方哦，这个人。现在我们找到一个我们两个人可以 share 的东西，每个人800块。还要喝水啊，太奢侈了。快开车！天哪，我花了1600，又买了一个包。我们的3000多，剩下的钱就是2500，可以吃到的东西很多。就是这两只东西比较顶住这一个晚餐，但是不用紧，因为这边你可以 free flow 装的汤，装的装到饱，所以我们就喝汤饱。其实我们只是进行我们的3000块吃一天，也没打算要排什么东西，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从Daegu 回到来收了，然后因为大家今天是进行 detox 的一天，所以大家在等待12点那个 moment， 然后就很兴奋，就买了很多那种杯面回来，就打算在12点准准开餐大吃那种。然后就有一个我们的导游啦，可能他觉得很疲惫啦，因为他导了我们很多天的游。然后他就看电话，就看到发现可以 delivery 他最喜欢的食物来到我们家，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到的 order 的食物，这是我们原本买是要等下吃的食物。安坐，三，哦哦哦哦哦，全部人放 emoji emoji 年，真是太荒唐，我好怕，很荒唐，我这样子。来，这是正宗的传统吃法，好好吃。看看有点好吃，看看朋友们。下一站是一松洞，就是这种小小间，很美的，它是用应该是以前的那种旧式的屋子，然后它改变成现在比较吸引游客啦，比较多咖啡，然后卖那种年轻人的东西，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一个状况是在拍东西，不知道在拍什么，可拍谁，但是就有很多一堆拿着 camera 的人对着同一个方向，不知道在拍什么。对的。
饭，留一吃饭。哇，很正啊 ！Oh my god, so thick。吃吧。会渴死吗？这个很多粉嘞、欸。快点 ，Michelle。很纯的 green tea 包的，我的你，我的你，要喝水吧。I want， 哎，不要笑，你笑，我帮你剥，我帮你剥回来。对呀，我的，打下去，那个白色那个，上面有那个 green tea 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喝了 Q 都不是。啊。这种跟你的男朋友来了，你就是要这样喝。要用汤匙吃，还可以买。用汤匙，用汤匙。这是咖啡吧？然后秒滴吧。完全是破坏形象。来研究这个东西怎样吃。那个人是说要把板凳按下去。飞死了，飞死，胆固醇了，胆固醇了，整粒炸弹了，这个。吃那个 S 梦寐以求。它是哦，它有那个红豆在里面。它是红豆的白粉。哇！是，我是觉得你的嘴巴会在搞我。对，真的。Oh my god! Oh my god! 滴滴滴滴滴再滴。把锅拉满。我好像是两块板凳。那我来示范，恐怖，这个要小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你可以喝这个，但是你不可以吃这个。就是很给力的，整个都是巴德，巴德也是巴德吧，我光还有一点轻度样，有层次那个巴德是好吃。不要尝，我给力，很绝来。厉害的牛肉粒，没有深度，它没有，它就只是香，我以为它就是很灵的一个巴德。对啊，跑过来喝这个，这就老夫老妻再吃，因为你吃到这样。你会吃到这样子，不能吃提拉米苏。打开桌面。在这个状况是买手信，都是那些东西啦，游客的，有些时候特别也不需要讲，就是那么的无聊。现在是差不多要接近一点凌晨，我们要去书店看。其实不是书店，我们就要去看看这里的夜生活啦。为什么不讲一位耶？
因为82岁的老人家需要时间休息，因为太夜了，这个时间对他来讲，他通常10点他就已经是开始洗刷入眠了。所以剩下我们这三剑客去看一下他们晚上是做什么的，韩国人不知道。Rich gang shit, yo baby, no money but a cash out, baby with change, bitch, I'm a fucking parking. When I pick up the phone, I'm only talking money. Talk on my money talk. We just give me talk.所以过了2个小时过后我们就出来了，这边一点到了。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晚上是会一直蠕动的，一进去看了一堆虫那边动来动去哟。你要我剪掉哎？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大开眼界在里面。最开心是鼠王屁。好了，我们就休息2年了。这个因为这一个熬一个夜，大概要休息2年才补得回来。里面都是弟弟妹妹在里面蠕动。喂，这是我的 OK。那你们江河的人江河的吗？喝不到啦，钱太白。